真佛宗台湾雷藏寺，魔力之天，习灾护国，祈福增益，敬爱超度大法会，法会开始，与会大众请起立。恭迎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师母莲香金刚上师及上师团，与会大众虔诚合掌，唱诵根本上师心咒，钟鼓齐鸣。唵咕噜连声心地吽，唵咕噜连声心地吽，唵咕噜连声心地吽。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上香。
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应，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应，三拜一切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应，四平等一起手。恭请无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恭请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上法座。恭请上师上法座，教授师请上座。法师请上座，贵宾及与会大众请就座。首先我们感恩圣尊慈悲为我们主坛这一场魔力之天护魔大法会。欢迎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也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贵宾及同门善信大德前来护持法会。介绍贵宾，首先我们欢迎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秘书长廖东洲大使。欢迎印尼宗教局佛教部教育董事长 Dr. Harubudi Santosa 及夫人 and Mrs. Santosa。欢迎他们两位，欢迎，再次掌声欢迎他们远道前来。欢迎台湾省政府秘书长郑培富先生。欢迎中央研究院院士朱十一教授及夫人陈文文女士。欢迎宗委会法律顾问卓中三律师。欢迎真佛宗教授团王敬贤特聘教授、王礼教授、林梦燕教授、林文清教授、蔡国玉教授、顾浩翔教授、叶淑文教授、尤江成教授、梁超凡博士、林俊安医生。我们再次掌声欢迎真佛宗教授团。欢迎名节目主持人台志源先生。欢迎中正预校政战部主任潘代勋上校。欢迎盛太昌传播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余德贤先生。
欢迎财团法人赖树旺基金会执行长李满春先生。欢迎高雄市议员许慧玉代表。欢迎民进党大台南市党部主委蔡旺全议员代表。欢迎华光功德会理事长吴冠德先生。欢迎澳洲黄金海岸书法老师廖金城先生及夫人林玲娟茶艺教师。欢迎师尊大学同学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陈泽霞女士。欢迎关岛 PIC 度假村代表郑怡女士。欢迎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制作人徐雅琪师姐。欢迎六祖坛精密宗道次第广论制作人连月上师，主持人佩君师姐。请法仪式应美国关岛总督邀请，关岛圆觉堂恭请圣尊莲生活佛于2014年5月3日至八日佛驾关岛，主持绿度母大法会，即为尊圣塔开光安座。请法代表顶礼根本传承上师及坛城三宝。首先我们请莲道法师向圣尊敬献哈达及供养，以表最高敬意。法师将向圣尊敬献绿度母金身一尊，恭请师尊首传绿度母大法及赐授21度母分身灌顶。有请明仪法师向圣尊敬献哈达以及敬献法王帽，代表正法住世。请王子主师兄向圣尊敬献哈达。供养圣尊龙袍一件，庄严佛身。关岛代表再次祈请圣尊佛驾关岛，大转法轮，广度众生。请法仪式吉祥圆满，我们请关岛圆觉堂代表再次顶礼，顶礼根本上师及坛城三宝。
们感谢圣尊不辞辛劳佛驾关岛，谢谢圣尊。法会开始，敬献哈达，与会大众虔诚合掌。我们请莲景金刚上师代表与会大众向圣尊敬献哈达及供养，以表最高敬意。首节莲花童子手印，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注顶放光加持，恭念根本传承上师心咒常咒七遍，祈请传承大加持。嗡阿吽咕噜贝阿呵萨萨玛哈莲生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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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吽咕噜贝阿呵萨萨玛哈莲生悉地吽。做四无量观，观想龙边有父系亲人，虎边有母系亲人，前方有冤亲债主，后方有恩人师长，外围有六道众生和我们一同参加法会。做金行手印，恭请圣尊金刚临除结界，加持书文报名表护摩木及贡品。念清净咒，
Om Shri Shri Maha S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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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 Om Shodori Shodori Shomori Shomori Soha Om Vajradhan Hu Hu Hum南无三曼多摩多南唵嘟噜嘟噜底维索哈，念咒请咒，唵啊吽索哈，唵啊吽索哈，唵啊吽索哈，一心奉请南无真佛宗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奉请法会主尊南无摩利支天菩萨，奉请南无真佛宗历代传承祖师，南无五方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南无真佛宗八大本尊，南无台湾雷藏寺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火天神，南无真佛海会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空行诸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音，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音，三拜一切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音，四平等一起手。大曼达供养首节供养印，观想坛城所有供品，花香灯茶果米山甘露山珍海味七珍八宝，无量无边布满虚空宇宙，上供根本上师莲生圣尊，法会主尊摩利支天菩萨，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一切龙天空行金刚护法圣众，下十六道众生欢喜摄受。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Om Sava Dattagata Itta Mu Guru Nana Menzala Khan Niriye Da Yemi。 四归一，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僧宝，结合为大白光灌顶加持，念四归一咒：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行卡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行卡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行卡耶。披甲护身首结金刚合掌手印持咒：嗡布兰兹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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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布兰兹利。观想四道蓝光化为护法，显现雷藏寺法会前后左右，守护法会事宜吉祥圆满。恭请圣尊转诸名加持，
与会大众请起立，恭请圣尊金刚棒开炉结界，点起护魔火，共品下炉，演化手印，与会大众唱诵法会主尊魔力之天心咒。嗡嘛呢叽嗦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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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请圣尊升法王座。嗡嘛呢叽嗦哈，嗡嘛呢叽嗦哈，嗡
请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上法座，恭请上师上法座，法师请上座，贵宾及与会大众请就座。Om Mani Padme Hum.
嘿嗦哈，嗡嘛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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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嗦哈，
知天护摩火行者三者合一，作九劫佛风入三摩地。初定加持八大本尊心咒 ，Om Amitabha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Ling Do Ling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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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 San Mo Ye Soha
嗡哲里哲里准提梭哈，嗡真巴拉扎楞扎那耶梭哈，嗡啊吽贝扎咕噜贝玛悉地吽塞，嗡啊吽咕噜贝阿呵萨萨玛哈连声悉地吽。德亚他嗡贝卡吉亚贝卡吉亚玛哈贝卡吉亚拉扎萨摩伽德嘿梭哈。念佛，南无36,1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36,1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36,1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恭请根本上师做总回向，与会大众请个别回向祈愿。敬礼父母祖尊，玛尼智天菩萨，敬礼父母祖尊，玛尼智天菩萨，敬礼父母祖尊，玛尼智天菩萨，祈请玛尼智天菩萨放大光明照世间，接引由民众等往生清净佛国，加持疾病者得以痊愈，加持众等智慧增长，福分增长，加持众等敬爱圆满，祈请将众生的业障能够消除，祈请加持众等的果位日日增长，祈请玛尼之天护佑不受一切的厄难。天罗僧、在罗僧，人离难，难离僧，一切灾殃化为尘。祈请所祈求的皆能够圆满，祈请玛尼之天加持，一切怨敌退散。加持百字明咒三遍。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努巴拉雅贝扎萨多提努巴迪扎遮卓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波卡尤美巴瓦阿努拉多美巴瓦萨尔瓦苏迪美布拉雅萨萨尔瓦嘎尔玛苏扎美吉达摩斯里仁咕噜哄哈哈哈哈巴嘎文萨尔瓦达达嘎达贝扎玛美门扎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瓦哄佩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努巴拉雅贝扎萨多提努巴律扎遮卓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波卡尤美巴瓦阿努拉多美巴瓦萨尔瓦斯蒂美布拉雅萨萨尔瓦嘎尔玛苏扎美吉达摩斯里仁咕噜吽
哈哈呼巴嘎文萨尔瓦达达嘎达贝扎玛美门扎贝日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瓦哄佩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拉雅贝扎萨多德鲁巴利扎智卓美巴瓦苏多卡鲁美巴瓦苏波卡鲁美巴瓦安鲁拉多美巴瓦萨尔瓦斯蒂美普拉雅萨萨尔瓦嘎尔玛斯扎美吉达摩斯里仁咕噜吽哈哈哈哈呼巴嘎文萨尔瓦达达嘎达贝扎玛美门扎贝兹巴瓦玛萨玛雅萨多瓦哄佩。观想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即十方三世一切佛。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应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应三拜一切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应四平等一起手，念圆满咒 ，Om Brin Om Brin Om Brin Om Mani Padme Hum。感谢师尊为我们主坛这一场魔力之天护魔大法会。请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传法开示。首先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士，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士，敬礼坛城三宝，敬礼护摩祖尊玛尼智天菩萨，师母图登西地仁波切，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今天我们的贵宾是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秘书长廖东洲大使。印尼宗教及佛教部教育董事长黑鲁胡提萨多索先生及夫人，台湾省政府秘书长郑培福先生，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时宜教授及夫人陈文文女士，中委会法律顾问卓中山律师，曾国忠教授团王俊贤特聘教授，王李教授、林梦燕教授、林文清教授、蔡国玉教授、顾浩翔教授、叶淑文教授、尤江成博士、
梁超凡博士、林俊安医师。名节目主持人台志源先生，然后我们特别祈请麻利支天菩萨加持台志源先生新开的节目能够加油啊！中正义校政战部主任潘岱，潘岱青上校是潘岱青，盛泰昌传播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余德贤先生，财团法人赖树旺基金会执行长李满春先生，高雄市议员许辉仪代表，民进党大台南市党部主委蔡旺前议员代表，华光功德会理事长吴冠德先生。哎，今天常人上师有来吗？没有来啊。Australia 黄金海岸书法老师廖金城先生及夫人林林坚茶艺教师啊，他们两位是我很早期的，还没有到美国以前的非常好的朋友。哎，那个大坝金基董事长夫人有来吗？有，那个何世杰夫人啊。啊，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那么，在我离开台湾的最后一个晚上，啊，要离开台湾要去美国的时候，啊，离开台湾要去美国的时候，最后一个晚上。他讲师母讲说是移民到美国、离开台湾到移民到美国去的时候，最后一个晚上是他们董事长跟董事长夫人跟林林坚跟廖金城啊，他们一起在我们绕了台中市一圈看最后的一个夜晚。这个何太太跟何世杰先生也是师尊还没有去美国移民以前的最好的朋友。My university same classmate 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陈泽佳女士，关岛 PIC 度假村代表郑怡女士，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制作人徐雅吉师姐，好像徐雅吉师姐的生日是
last day, huh? Yesterday, last day, yesterday, yesterday. Happy birthday.六祖坛经密宗道次第广论制作人莲叶上师，主持人佩君师姐。那今天也特别谢谢这个莲妙上师啊，他这个出现，他可能到香港啊去拍卖他的画，他的画是在国际上非常的知名。啊，国际上非常的知名，而且他的画，啊，在国际之间呐、啊、的拍卖会里面，最高的拍卖会里面，得到很大的这个，啊，很大的这个很好的一个画。总之他画得很好就对了啦。啊，谢谢他难得这个参加我们的这个法会啊。我讲话总是有这个有缺失的地方，多多包涵。不过他的画确实是很好啊，现在在国际知名啊，在拍卖会上它的标价是非常高的，啊，不像我的话了，我的话只是在生活中里面流传，啊，一步也走不出去。啊，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Good afternoon and domo konnichiwa. Semana siang, selama pendai. Hola, amigo. Kamsahamnida.想让你哦，啊，还有萨瓦迪卡，啊，我们明天有泰国的弟子要回去了，啊，泰国的这个弟子，他跟我讲，他明天要回去，回泰国，还有哪一个国家没有讲到的？啊，哦，你好，大家好，啊，暗暗好，唔该晒，嗯，没有办法，不讲到也不行。还有哪里啊？阿非利卡，加拿大，加拿大是 English， 呀，呀。加拿大要怎么问候啊？哦、oh, ，Today is a nice day， 啊、，beautiful day， sunny day， yeah， i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哎，莲池上师，师尊在问你 ，What are you doing here？哦，他说他没有离开过，那我弄探弄戏，我弄探弄戏啊。啊，这些日子来，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情形。
也看到台湾的事情啊，我们觉得天天都是好日，天天都很好，看到什么不动于心。在修行人讲起来，就是不动最重要。大所印法里面有四个，一个呢就是专一瑜伽，第二个就是离系瑜伽。离系瑜伽就是离开人间的游戏，离开人间的游戏，进入深山里面去修行，叫做离系瑜伽。这个第二点呢，进到深山里面很不简单，避开一切，不看到人间的所有的游戏。我们晓得人间都是在一个是一个 game， 当你觉悟到这个 game 结束的时候，就叫做 game over。 game over 结束了， game over 就进入深山里面去修行啊。上回讲过了，有一个樵夫啊，砍柴的了，到深山里面去砍柴，看到一个老和尚在一个茅棚里面修行，他很尊敬，他说：“师父啊，我很尊敬你在这里修行，深山里面修行。”哇，一定心里非常的清净。你有没有打妄念呢？啊，打妄想，我们人间都是在打妄想。老子讲过，人啊，就是营营未立。那么他深山里面，老和尚他已经离开这个 game 了，到深山里面，老和尚说：“我还是有打妄想。”这个砍柴的人就问他：“你打几次妄想？”老和尚回答：“一个月有三次。”哦，那已经修行到道德高深了，一个月才有三次。那个老和尚就很说很惭愧，一次十天呢。我们进入深山里面不应该打妄想，因为眼不见耳不闻，没有感觉，心就自然不动。除非你把世俗的东西一样带入深山里面。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修行要把过去的所有一切的垃圾全部丢在人间，丢下来，把它丢出去，在体内空无一物。活菩萨教导我们密教的行者，每一次观想你自己的时候啊，身上就是空的，完全就是空的，没有所谓的啊肉体存在，只是一个形象，自己也是一个形象，里面是完全空的。然后在观想中脉、左右脉啊、左腹、
要升起，就是要这样子的。那今天呢，我们开场白是这样子讲，啊，插播一点广告吧。现在是一点广告，现在是有一点争议的事情，所以师尊做一点广告。这大灯文化本身是出版师尊的书，啊，最主要出版是师尊的书，那么大家都很喜欢买书，这个先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那么大灯文化也出版师尊的 DVD 啊 ，DVD 就是师尊的访谈啊，访谈的节目。这个是由这个中天电视台哈、啊、海棠师兄跟这个喜圣美啊这个师姐，另外张家。啊，张佳琪小姐，这些人来做采访，这样。那访谈节目是师尊用嘴巴讲，用嘴巴讲的。啊，书是用师尊的手去写的。那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啊，访谈的节目啊，就等于一个心灵的响应，心灵的响应。访谈的节目有去听过的人、哦、都会知道啊，师尊把这个很多的佛教的这个秘密口诀都在访谈节目里面通通都讲出来，都已经有讲出来啊。师尊的书啊是普及品，访谈节目是精品，是心灵响应。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大灯文化把师尊的书跟 DVD 就做成了 DVD 就放在一起，这个 Share Today 啊24 hour open sale today 就是把书跟 DVD 一起卖。那这个情形讲起来了，在海外就觉得说哦，这个书跟 DVD 它盖啊，就是太贵了，它盖它盖日本话就是太贵了，大概这个就有人反弹啊，认为这样子的 share 是啊不好的。那其实一个是师尊的谈话节目，一个是师尊所笔写的书。那这样子好了，我是希望这个大灯文化啊，能够书跟这个 DVD 可以合作卖，也可以分开卖，可以合作卖，也可以分开卖。那么合作卖的，我是希望说能够稍微折价一点啊，便宜一点卖，稍微减一点啊、这个大家気持ち的驚，気持ち的驚，这会比较爽一点啊。如果很贵就不太好了。哎，师尊也是同情这些我们的弟子，毕竟大企业家不是很多，一般都是市井小民啊。我们生活中的弟子市井小民很多，当然我不是讲这个博士教授团，
我是教授团，他学历很高，他们也是教授，也是博士，也还有院士啊，我们院士都在的。另外我们也有企业家，也不是没有，但大部分来讲市井小民嘛，这个算斤算两的啊，算斤算两的，那就稍微便宜一点卖啊，大家和气生财。那么大家可以议定一个价钱，彼此好好的谈，议定一个很合理的价钱，合作买也很好的。师尊认为 DVD 是精品啊，书啊是普及品啊，这个 DVD 是心灵响应啊，是很好的。其实如果论价钱来讲啊， DVD 是无价的，无价之宝的啊。广告自己已经结束。那么现在我们谈牟尼之天菩萨，今天的护摩是牟尼之天菩萨啊。有人跟我讲说猪会拉车吗，问我说猪会拉车吗，阿弥陀佛，我不要看过猪会拉车。但是呢，这个麻利支天菩萨是坐着法座，由七只金猪来拉车。这一尊菩萨是不一样的，跟师尊有四门，跟我有四门，他是护持我们增活宗派的，护持我们增活宗派。他有个金刚号，就是湛威金刚，湛威金刚。另外呢，他本身就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能允行自在，有大神通力，是第四天的眷属，常随着日天，在日天之前疾走。他的护持啊是365天，每一天他都护持，所以这一尊称为湛威金刚。在日本人来讲，印假都是拜麻利支天，日本人的忍者啊，印假是拜麻利支天的。那么他的这个宠物就是猪啊，他的宠物是猪，猪是非常聪明的，但猪那么有力，这是七只猪，一定是天猪啊，天神啊化为猪才有那么大的力量。那最近有一个，我看到一个笑话，是猪有四个愿，四个愿力。什么愿力啊？啊，现在讲给你们听。猪的第一个愿望，希望猪舍所有的柱子全部烂掉。啊，第二个，希望天上自然掉下饲料。第三个愿望，希望所有杀猪的全部死掉。第四个愿望，全世界上的人啊，通通信回教。啊，这是猪的四大愿望，这样听有没有？麻利支天啊，他可以护佑我们一切吉祥如意，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初めてよろしく啊，多多指教啊，请大家多多指教。真的麻利之天，他有那么大的力量，365天在日天之前疾走，有很大的 power， 他可以护持众生。不管你白天晚上，你只要念麻利之天经，他随时就护持你。现真火宗弟子因为我们跟他有协定嘛，有这个贸易协定真的也是有贸易协定啊，真的有贸易协定，师尊跟他签的所以他是我们的守护神麻利之天菩萨。他麻利之天的菩萨的形象啊，有三个面孔的啊，有多只手的，也有天女形的，天女形持着宝伞，手伸一焰印啊，手伸一焰，天女形的，他是属于金色的身子，穿红色的天衣，穿红色的天衣，所以今天呢，穿这个黄金色的是合宜的。另外呢，你如果是有红色的，加配上红色的，是可以的。他的形象是这样子。啊，今天来参加的。都会得到他的加持。他是湛威金刚跟阳威金刚，是无能胜，无能胜，没有人能够胜他的，没有人能够胜他的，所以是人刃一击棒，人刃一击棒，第一名的。第一名的护法，你修他的法呢，不会遭遇到危难啊。师尊有一次啊，在美国的时候有灾难，那时候我求瑶池金母，瑶池金母说不必用到我啊，不必用到我。他说不要求瑶池金母，那用谁呢？他说你只要求麻利之天跟你的妈妈就行了。真实的他指示我求我自己的母亲跟求麻利之天菩萨两尊来做就行，他就给我很多的灵感，很多的感应，结果我走出那个阴影，走在美国走出那个阴影，一切吉祥如意，就是麻利之天护持的。那最近呢，我就比较少跟麻利之天菩萨，这个很少祈求他，比较少祈求他。但是今天刚好碰到他的护摩法会，那我很感谢这个麻利之天菩萨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度过很多的难关，也希望你帮助所有的主持者来参加法会者，在看网路者啊，所有真佛宗的弟子都得到胜利，胜利。那他最重要呢，他主掌了北斗七星、28宿星辰、36天罡、72地煞、漫天华盖、日天夜天，他掌管一切的星宿鬼神，所以又被称为
华曼星主，麻利支天在道教称为斗母星经，称为斗母星经。那么那七只金珠呢，有人告诉我它就是北斗七星啊所化的，北斗七星所化出来的金珠啊，不是真正的我们人间的珠啊，不是的。那人间的珠跟天上的珠是不一样的，珠是有很多的笑话啦，我曾经讲过嘛，这个有人在骂人，喜欢骂说你是猪啊，另外那一个人就是讲说才怪呢，啊你是猪啊，他说才怪啊，到最后他的绰号就变成猪才怪。猪才怪呢，他有一天实在是忍不住了，大家都叫他猪才怪，他就坐在法座上，像这样子坐在法座上，我绝对不是猪才怪。结果还是猪。这个蛮好玩的，猪有很多的笑话。那今天时间不多哈，所以我们六点就要吃饭。我们讲点密教大圆满法吧。有一个律师啊，刚从手术麻醉中醒来，他的妻子坐在他的旁边，他睁开眼睛讲：“你真美丽啊。”然后他又睡着了。妻子从来没有听过他讲这种话，于是他继续待在他的旁边。过了一会儿，律师的眼睛又睁开了，他讲：哇，你好有气质，因为只是有气质而不是美丽。妻子有点失望，他就问先生：为什么你不说美丽了呢？丈夫答道：药效已经过去了。我们说法也是有时间性的，刚刚讲麻利支天药效已经过去了，现在要讲大圆满法。哇，这个笑话太长不能讲。我们大圆满法谈到金刚念的形成啊，上个礼拜我们讲到金刚念的形成，其实金刚念呢，你不要看它以为是不动，其实它是动的。以前我们有一个电影吧，叫《流星蝴蝶剑》，听过没有？是电影吗？《流星蝴蝶剑》，哎，你看过了你就知道了。金刚念刚刚形成的时候啊，它会像流星一样的咻啊就没去了，流星咻啊就没去。有时候看呢、啊、只是一下子金刚念，以后你要记得心不动最重要，气不动心它就不动。所以禅定的时候，你的呼吸是完全呼吸，是很微弱的呼吸，那个时候你看到的金刚念就会像蝴蝶。蝴蝶，蝴蝶叫做英文啊， butterfly 啊，你滚你啊。蝴蝶 butterfly
Butterfly 就蝴蝶，蝴蝶它就飞得比较慢。哎，你看到的金刚念它就比较慢，它就比较慢了，慢慢的移，慢慢的移，慢慢的移，慢慢移动。你刚开始看到的流星，就是你心还是在动的，那时候的金刚念是这样子。当你呼吸很轻微的时候，你所看到的金刚念会像 butterfly 这样子， butterfly 蝴蝶这样子慢慢的飞，慢慢慢慢飞动飞动，这样子飘着的，最后呢就变成剑，金刚念就变成剑，光明一束一束一束的光明啊，不动的剑就是不动的了。所以这个比喻非常好啊，流星蝴蝶剑，一个是快的，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不动的啊，我是这样子解释的。刚刚有蝴蝶啊，啊，蝴蝶飞进来啊，哎呀，啊，相应的，我没有看到蝴蝶啊，你们谁看到了？哦，打手印的时候啊，啊，现在还在这里啊，我已经飞出去了，哦，随他来，随他去，我们心是不动的，对不对？你看你们心是动的。随他来随他去，任何事情都随他来随他去的，没有什么关系。在你心中讲起来，一个行者的心中就是随他来随他去，不影响你，这个时候才能够不动啊。所以我们讲禅，禅宗很好，你能够禅，禅就是一切的外界都不影响你自己的心，所有外面的环境都不影响你。什么叫做定呢？你一心不乱就是定。这个在佛教里面讲的非常的多，讲禅宗也是一样的，要禅定啊，一心不乱，不为环境所影响，由他来由他去。有时候密教的时候啊，有时候心不定的时候要用观想啊，大圆满法里面叫你观想，观想什么啊？我们讲过夜轮观啊，夜轮观观想夜亮，清凉的心，也可以观想那个阿字，那个一瞥像彩虹一样，两道彩虹，五色的光像彩虹一样，五色，你知道阿字吗？阿，一点一圈，然后两道彩虹光，一横接着是一个这个字，一个是阿的一边，那就是一个阿字，阿，嗯，嗡字，那个叫嗡字，嗡，嗡的上面那一横，两道像彩，两道彩虹，光度平等，经常这样子观想，心住于此，就叫做不动心，便是能够让金刚念不动，金刚念啊，看出来的金刚念不动。我们在印尼大法会的时候啊，香港的弟子拍到的那一个金刚念，就是属于金刚念的光，那个金刚念是不动的。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十轮金刚大法会所拍到的，那个是金刚念的光。那么这个彩虹的光啊，有时候是不同形象的，
它的形象啊，有所谓三角形的，有时候是塔形的，有时候像网一样，有时候像莲花，有时候像半圆形，有时候是圆形，有时候是四方形。那到底哪一个形比较好呢？应该是圆形比较好，圆的比较好。另外呢，还有一个网形的比较好，网，像网一样。你刚刚打开电视的时候啊，有时候啊，它会出现一条一条的光，一条一条的光。有时候啊，电视如果是关下或者开的时候，出现一条一条的那一种光，那个很像金刚链的光，金刚链的光，很像。那它像网状，像网。有时候你电视坏掉啊，会像网一样啊，电视里面像网一样，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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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网状的，你会看到。有时候是圆形的，网状是不好的，但网状会慢慢变成清楚，变成一个圆，这个才是好的。我是这样子自认为，你越是网状，表示你不稳定。你突然间变成一个圆形的电视的，一个圆形的电视，圆圆的，像月亮一样的，非常的光明的。我认为那是明点空光最好的时候，你看光就是要这样子看的。看到这个光以后呢，在光里面再出现了，其实圆形的光出现在你眼前，无边际的圆形的光，那个时候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不是金刚链，就已经变成金刚木，金刚木，银木的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银木的木啊，银木的木，这个电视里面的银木，那个木就出来了。出来了，你再仔细的看，你可以看到有五尊如来出现。中央毗卢遮那佛，东方阿处佛，西方阿弥陀佛，南方宝生佛，北方不空成就佛，这五佛慢慢显现出来，而且刚开始是显现半身。有一个人非常的认真的看到了以后呢，非常认真的做礼拜，一心想要看到所五佛现前身。那么他做大礼拜，拼命的拜，拜到他的锁的皮通通都破了，甚至流血。那个人就是宗喀巴。看到半身的佛像，半身的佛像，但是他要看前身的佛像，前身出现的佛像，于是他很认真的礼拜半身的佛像，一直礼拜他现出前身。那时候他的皮都破了，肉都流出了血，那个人就是宗喀巴啊，宗喀巴也算是一个很啊，房教最主要的祖师爷，最主要的祖师爷呢，他看见悟佛的前身。这里有一个笑话啊，有一天，这个三藏取经，唐僧遇险，孙悟空拔了几根毫毛变成了七个唐僧被抓去。小妖抓住唐僧交给大王，大王问怎么有七个唐僧呢？小妖就回答，现在的世间都注重疗程，一个疗程呢要有七天，所以有七个唐僧。
告诉你，我们看到的佛是五尊，其实也可以看到七佛，也可以看到千千万万的佛。这个唐僧就问悟空啊，悟空啊，你能够变成一张纸吗？要软软的很舒服的那一种纸。悟空就回答，师父啊，这有什么困难呢？徒弟有七十二变，什么都可以变得出来。唐僧就讲，那你给师父赶快变来。悟空就问了，敢问师父为什么这么急呀？唐僧就讲，这个死猴子啊，你快点，师父刚刚吃了你摘的桃子，有点拉肚子，憋不住了。谁给的笑话？嗯，黄路同门给的，这个有什么好笑？对了，这个师尊那一天看到一张卡片，这个是地址放在我信里面的啊，有一个地址放在我信里面的卡片，那个是卡片本，我们不叫卡片，卡片是一张或者是两张，它不是，它是一整本的卡片。哇，那个日记啊非常尖锈，尖锈啊，就是非拟声的写的字，很细，而且那个字非常的美，是出自于拟声的手。我一看，我就知道，他第一章他写着：“我爱你，我爱你 ，I stayed， 三郎哟。”I love you， 我看了，哇，这个是女生写的，我就很高兴的看第二章。他写着 ：“I can't stop miss you， 我不能够停止想念你。”日记非常的尖锈，我说：“哇，我心肝胃，啊呢？”碰着那拿着，碰着那拿着，开始要小鹿乱撞。哇，再看第三张的卡片，再变改，各个掀起来啊！哇，天哪，他既然这样子写的，我每天都想要嫁给你。I wanna every day marry you. Every day marry you. 哦，看一个拢，哦，面拢红起来，啊，心肝咧扑扑呛，像像咧跳吉鲁巴呢，啊，砰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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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欢，我说。绝对要看到他的谜底是什么，还一张，我随时都可以嫁给你，这一世也可以，下一世也可以，生生世世都要嫁给你。哦，是啊，哎呀，已经是那个吉鲁巴更加紧的嘛，无啊，吉鲁巴就足紧的啊，对不？就很快啦，快步啦，不然快三步吧。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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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啊，砰哒哒也可以，这是快步的发子。哦，忍不住赶快再翻啦，再翻啦。他是讲。我愿意侍奉你啊，吃饭、睡觉、洗澡、
哇，愿意耶，什么都愿意耶，洗澡他也愿意耶，我根本从来没有人擦过背。他既然愿意洗澡也要帮我擦背，感动得非常流泪啊。哦，这实在是忍不住了，翻到最后一张吧，莲花阿雄金上。阿雄嘞，阿雄，台湾人阿雄，闹杂货哎，一定是杂货。这个欺骗师尊，害我空欢喜一场。师母有看到那个卡片没有？哦，对了。那一句不能讲了，那一句，确实有这张卡片。莲花阿雄是谁？阿雄，莲花阿雄啊，真的那种卡片哦，字迹非常的好啊，哇、哦，这是安尼，何素尊啊，急甲要死去啊，终于。看完了才去小便。这个师父是很尊贵的，你看唐僧不得了啊，你看这个他叫猴子变成纸，我没有那么严重。哦，这个六耳猕猴，我们知道唐僧跟六耳猕猴跟孙悟空变成孙悟空的模样，而且他们的这个法力都差不多了，所以六耳猕猴跟孙悟空打得不可开交。孙悟空向唐僧建议让他念紧箍咒，痛的那个就是真的，不痛的那个就是假的。对啊，唐三藏如果念紧箍咒的时候啊，真的孙悟空他那个一定会痛的不得了。这个时候真的孙悟空跟假的孙悟空分左右站立，沙僧跟八戒各举兵器在旁边，唐僧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这个时候啊，这个左边的猴王双手就抓住头，在地上不住的翻滚跳跃，也就是已经很痛，头很痛。右边的猴王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候沙僧跟八戒就要打，唐僧忙着说慢一点，打痛的那一个，我一会儿再给你们解释。三个人合力把这个猴王擒住，猴王被抓住的时候，一进的时候，我是真的悟空啊，我是真的悟空。唐僧上前呢、啊，给他一个巴掌，我没有念紧箍咒，我刚刚念的是阿弥陀佛。所以痛的那个才是假的、哦、痛的才是那，你看嘛，这个师父也是有脑筋的，跟我一样的。然后我们看到了五方佛以后，最重要的一点
你必须要融入五方佛之中。我们学佛最重要的时刻就在这个时刻，你看到的明点空观里面有前身的五方佛，你必须要将你自己进入五方佛之中，或者五方佛化为明点空观进入到你的身体，这个才是合一呀、啊，合一呀、啊，真正的合一、啊，这个才叫做真实的相应，最大的相应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能够进入五方佛，五方佛进入你，像师尊刚刚坐在这里呀、啊，在祈请麻利之天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有七个点的光进到我的身体里面来，进到我身体里面来。我们这里有没有麻利之天的那个像？有没有？啊，他只有一只猪啊，怪不得刚刚的好多猪进到我身体里面呀、yeah, 你看到我的帽子在动吗？啊，是没有错，但是它进到这里只有一只，所以有六只进到我身体啊，六只进到我身体，这个就是进入我，这个叫入我，我入就是我自己的四神的灵魂中阴身直接进到佛里面。当我们修行成就以后，你解脱了，你的四神出现了，就是中阴身，也就是灵魂。这个时候你看到了金刚目五方佛的光，你融入了里面，就是我入，刚刚金珠进来就是入我，这一点最重要。这一点呢，就是要靠你的观想、持咒跟你结的这个手印。你看到五方佛的时候，你结你本尊的手印，念你本尊的咒，在观想本尊，这个时候明点空观跟你自己的身体，你不是你的身体进入，而是你自己的四神出现了，进入里面，两个合一，这个就是真。如果不是这样子，那就是假，就擦肩而过。你看到了光，你要解脱你自己，最后的关头你能够融入你的本尊里面，就是入我，本尊融入你就是我入，我入就是我进到本尊的身体里面，入我就是本尊进到我的身体里面，这个都是没有经过轮回的，不经过轮回直接就可以成就，这是最高的大圆满法，大圆满法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入我，我入，这个时候你进去以后，明点空光，五方佛各现五条颜色，各现出五种颜色，化为彩虹光， 化为彩虹光，就从天里面消失掉，这个就是成就。
啊，这也是《西游记》的笑话了。这个孙悟空找玉帝、玉皇大帝去闹，我当这个字怎么念呢？马温前面那个字，弼，我当弼马温是多大的官呢？今天才知道，原来就是马夫。我这么大的能耐，你让我给你养马，这不是屈辱猴子吗？太白金星赶紧拦住他，附耳说道：“你要知足啊，刚刚参加工作就能够养马，已经很不错了。你看那边那个太上老君啊，在多少年呢、啊？他现在还在烧锅炉。哎，太上老君是在炼丹呢、啊。他说烧锅炉还在烧锅炉，你能够养马已经很不错。啊，今天我们如果要解脱，解脱成佛，你直接能够融入所有佛五佛里面，你就成就了。你能够融入你的本尊，你就成就了。本尊融入你，你融入本尊，是一样的，都是成就。所以最好的解脱，就是说，你自己不经过中阴身，直接跟本尊出现，你就进到本尊里面就是了。没有经过中阴身的，所以这个都是非常伟大的啊，像孙悟空啊，像这个太上老君啊，太白金星啊，都是很伟大的。那我们今天讲大圆满法，其实大圆满法是要经过好多的修行功夫啊，好多的修行功夫。那么所谓的持戒就是开悟，我很简单讲，持戒就是开悟。 talk 就是持戒，就是藏语啊，西藏的语叫持戒， talk也叫做西藏的语，叫做这个看光啊，顿超顿时的超越，也就是看光。 talk 主要是在看光，持戒主要是在开悟。那你看光的时候啊，看光是大圆满法最特别的法，也就是讲他的心中心，持戒也是心中心， talk 也是心中心。那么你了解它的理论，理论了解了以后呢，你还要实际上去修。实际上去修呢，我们刚刚讲了，还是要三昧地成就，一定要禅定成就。你能够禅定，这是最重要的啊，一心不乱呢、啊，跟不受外界环境影响，都是最重要的。那么能够不动，真的是很伟大啊！一切都可以不动，像师尊啊，这个眼睛也不看，耳朵也不听，那一切住心的东西，就是佛法，就是佛性啊！观察的，日日在观察的，就是佛性。我看到什么也不动的。所以现在啊，已经修得自己觉得说，这样再大的事情对我来讲都是小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就是无事啊。啊，再大的事情也都是小事情，啊，现在只是为别人的事情在忙，我不为自己的事情忙，是为别人的事情忙。还有无心，
无心是怎么回事啊？是说你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念头，特别的念头，没有什么特别的念头，你也不想对你说。有人问师尊啊，每一次很多这个采访的人啊，卢师尊啊，你将来生活中啊，你有什么计划吗？说什么计划？我没有计划，完全没有计划。我活一天啊就是快乐一天，活一天啊就是感恩一天，活一天啊就修行一天，就是这样子而已，还有什么计划？没有计划。你对生活中没有什么期望吗？我想500万弟子已经够多了，还需要多少弟子？已经够多了，那你还要盖最漂亮的雷藏寺吗？盖最大的雷藏寺吗？那是别人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从来不会去想说我要盖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雷藏寺，全世界最大的这最漂亮的雷藏寺，从来没有想过。那你还想做什么呢？你想盖大学吗？自然有人会去盖大学，不是我的事。你想要做电视台吗？想要做一个电视台，生活中电视台吗？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们有心的，你们就去做。师尊已经没有心了。我对这个都没有了。70岁，唯一的希望就是解脱。其实解脱也不是我的希望了。解脱也不是，解脱也是自然而然嘛，你还希望解脱啊？你能解脱就解脱，不能解脱就不能解脱，你还求什么解脱呢？对不对？能解脱你就解脱吗？不解脱就不解脱吗？你还求，你还是算什么希望？也不是希望，所以是师尊根本就没有希望。Om Mani Padme Hum。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师尊精彩宝贵的传法开示。台湾雷藏寺有以下的法务报告：下个礼拜4月19号，圣尊将主坛天上圣母护摩大法会；5月3号，海外的师尊行程法会，师尊将前往关岛首传绿度母大法即位尊圣塔开光安座，并赐授绿度母及21度母分身灌顶，日期是2014年5月3号到5月8号。回到台湾后，5月18号。真佛宗密教总会将在星期天晚上6点庆祝莲生活佛七智佛诞感恩慈善晚会，想要请购晚会参券的同门，请洽密教总会。台湾雷藏寺今年在暑假8月4号到8月9号将举办甲午年中元节梁皇宝忏瑜伽宴口超度大法会，欢迎同门护持。另外，真佛宗宗务委员会将于5月12号在台中举行全体法师联谊会，并恭请师尊师母一同晚宴。要参加的法师，请传真西雅图宗委会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3号。详情请洽宗委会或参照台湾雷藏寺4楼办公室布告栏的公告。另外，往金母殿的道路正在修筑，有拦沙坝、挡土墙及道路拓宽，
欢迎大家踊跃赞助，以利将来后山的开发。另外，真佛宗威德佛学院有招生通告，想要就读威德佛学院外国籍的同门，麻烦你在5月21日以前与佛学院联络，好，本院才能够帮助外国籍的同门办理居留签证。就读资格出家众免悬杂费，不限年龄皆可报名，在家众年龄需在45岁以下，详情请向佛学院洽询。2014年秋季大法会通告，美国西雅图雷藏寺将在2014年8月23号恭请圣尊亲临主持甲午年阿弥陀佛喜灾超度大法会。另外，宗委会发起请佛住世持咒回向活动，启动全球一音万咒持诵嗡咕噜连声西地哄，回向圣尊连声法王佛体安康常住世间。详情请下真佛宗官方网站。恭请圣尊为坛城流通处广场开光加持区及同门的佛像法器文物开光加持，加持大悲咒水即作总加持，唱诵根本上师心咒。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圣尊身法王座，恭请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上法座，恭请上师上法座，恭请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赐给与会大众魔力之天不共大法、隐身法、除瞌睡法、结印护身法、科相除难法、针线缝二人口眼法、除病法、取物法、百灵相助法灌顶。圣尊今天的灌顶含皈依灌顶，与会大众请守节魔力之天手印，观想魔力之天放光加持，唱诵魔力之天心咒。Oh.
Om Mani Padme Hum.
手哈嗡嘛呢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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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灌顶的
志工以及同门，请尽速到密坛接受灌顶。还没有灌顶的志工及同门，请尽速至密坛接受灌顶。Mani Pi Sol Ha Om Mani Pi Sol Ha
热烈的掌声，感恩师尊赐给与会大众殊胜珍贵的灌顶。请大家面向坛城，我们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应，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应，三拜一切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应，四平等一起手。银师祖请就位，钟鼓手请就位，弟子众等祈愿师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也祈请师尊常住台湾，大转法轮，广度众生。吉祥圆满，恭送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师母莲香金刚上师及上师团，与会大众虔诚合掌，唱诵根本上师心咒，钟鼓齐鸣。Om Guru Lin Sun Shakti Om Guru Lin Sun Shakti
连山十里峰，嗡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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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山十里峰。阿弥陀佛，感谢世界各地的弘法人员、贵宾、同门及善信大德前来护持今天摩利支天菩萨护摩大法会，法会吉祥圆满。也感谢网络上的同门护持。今天的网络直播就到这里，台湾雷藏寺祝福大家平安吉祥，谢谢大家，阿弥陀佛。